您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1300整点新闻。先带您掌握艺人大 S 徐熙媛，她跟大陆富商丈夫汪小菲十年的婚姻生变。在这个月初的时候，大 S 已经委托律师赖芳玉向台北地院诉请离婚，而双方也透过法官调解协商如何分配资产以及子女的监护等问题。而对此呢，大 S 也首度透过律师发表了声明，她表示两个人已经决定和平解除婚姻关系，而未来将会以朋友的身份愉快相处。